的马，松散的那位，他们诧异地问他是谁，沉默隐退，是你的恩惠，或许当时你还没定义我成为，我只是不想局面无法挽回，能以某种姿态与你作陪，不到最后谁会心甘情愿半途而废，能不能给个机会随便以什么成为，只要有身份陪在你周围，